那巡逻同仁行进这个花莲市国联五路时，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见警即快速驶离，并且跨越双黄线。那同仁即示意该车驾驶靠边停车受检，然该自小客车仍加速逃离，拒绝警方拦查。同仁尾随在其后，该部自小客车行进在花莲市国新一街时，因失控冲撞停放在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，并且自撞电线杆后驶停车。经现场盘查，驾驶向警方表示，因为饮酒害怕警察取缔而加速逃离。经现场酒精浓度检测后，其酒精浓度超过0.25毫克。那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。那在此要呼吁各位乡亲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保障你我安全。